他们两个来的时候学好大哦，春节，不像这边这边妈妈得学嘛，在那边妈妈得学嘛，一得学。他们这儿走的时候就学，就这儿出门就有这么厚的雪，还下来哦。他们两个都有决心去了的。家子工，给他等吧，好多人都要那儿去等的嘛。他们两个在熊，就东东说的，他正在说东东，我就哦，现在在东东。 10月1号，我们上到大本营，当天下午就开始下雪，直到4号的时候呢，天气开始放晴。我们去到这个营地西侧，大概海拔4700米的平台上宿营。10月5号呢，去爬了一座5120米的小山头，算是这个适应性攀登吧。 今天是这样的话，明天也许会变好天，然后一旦秋季气候开始了，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搞。那是夹子，那是夏贡嘎，那是日不起，那是乐都曼音。我们要先爬那一个，然后再爬那一个。如果那一个北壁爬不了，或许就爬日不起，再爬那一个。登山的时候对自己心态的把握其实很微妙的一件事儿，然后也需要很多经验，你来对自己的心态有。 才能积累起判断的能力，否则别人的经验对你是不是有您不同人的这个精神世界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这一定是雪，这不像是那个冰，不像是崩下来的。这个暗的色调应该就是暗的是那个亮冰，对，全冰川底下是亮冰川，就是，但只有这一条是这么暗的，别的地方都很好。下面就基本都是白的，岩石这边，这有什么？对，我也觉得可以，没问题。 所有的带兵锥就可以了，岩石器材，岩石器材可以，最多带一套纳兹，带几个人锥，两条绳子，永远不能忽略这个原路下撤的可能。睡袋，然后帐篷、吃的，这两天的食品，可以吗？
5点钟起床，6:47、6:50的时候出发，然后在北壁上是一直沿着这个路线直上，所有的都采取这个 running belay 的形式，就是行进间保护。的这个攀爬能力在这样的雪况和这个坡度上面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实际上彼此之间是非常信任的，不管是他的前面吧还是我的前面吧都一样。我们在上到那个小脊往上一段的时候，那个雪很深，并且那个硬冰的话就是一打镐用力的话会发出这种像冰壶破碎的那种嚓嚓嚓的声音，那么有可能是会发生雪崩的，头顶上是一个很大的悬冰川，然后在这种情况就是非常非常恐惧。挖进雪，那个雪里面大概有个70-80公分吧差不多，然后再拿冰镐往里面还是进去，要是把洞挖得太大的话有可能就是挖的那一块上面直接就可能会塌下来。OK， 有敌了，对。你在那个时候确实很恐怖，东东在后面说话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用回答他。别待在那个地方，走啊，往上走啊！你不觉得那个地方雪很深吗？妈，我话都不敢说，会雪崩的。在那个最顶上那块悬冰川底下，它是硬雪，但是硬雪里面就是冰，雪层和冰之间大概有一个7-8公分、10来公分这样的一个空隙，一个空间，整个那个雪层的话有可能会一起塌下来，那么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硬雪会形成那种板状雪崩，那么它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7点钟开始爬，下午3点40左右登顶，第二天的凌晨6点到大本营，23个小时。冰柱子今天没有冻起来，对啊，就完全没有，那个冰的地方是黑的印儿，基本都是凉的，并且切到雪崖上那段可能会有危险，那个雪上面一层雪壳，中间是空的，下面是凉冰，那样真的会很恐惧。我觉得这种爬完冰爬到雪高兴都来不及还恐惧了，直接就上到极了。靠，你到时候试一下吧，多5点了，试一下。
本身就是无聊啊，这石头这么稳，你非得去弄它。来来，往上面推，来搂着下面底，一二三，动啊！那个缝必须要你很有决心，然后就是我要从这岗上，然后找路线才能找到那个缝。那个缝你在这儿看就像完全不存在一样，就那一点雪能彰显它存在。去年十月侦查最牛逼的成果就是找到了那个缝，并且证实它可以爬。那个一来，这个整个就像最后一片塌奏一样，这东西就拼全了。还在下呢。嗯。Oh my god！ 竟然这么大。不上了，今天。这怎么走啊？太牛了，这个雪。就是你再休息三天吧。夹子蹬完下来，把小贡杆南壁中央沟槽搞定了，回家。嗯，它是人的。不要担心，这个绝不是大雪封山。想下去还是很容易。等吧，看谁耗得起。夹子手擀面，只要天上不下猪不下砖头就无所谓。下钱最没有用，这个钱是一般等价物，它不是反映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下任何这个劳动产品都比下钱有用。3.966公里，最大高度5006米，4公里才，比拉多玛要近了2公里。哦，还没亮呢。
早上6:30我们出发，因为前一段时间下了大雪，路况并不好，走起来很慢，直到8:05的时候我们才到达路线真正的起步的地方。前一段呢比较顺利，但是到中间有一个有点羊角，上面是雪盖住的，保护点很难做，这很难爬。后面的雪槽的状况呢就比较理想，从后面开始保护方式一直是这个行进间保护。上升到5700米左右的时候呢，开始出现这种薄冰覆盖在岩石表面的地形。因为夹子峰西壁的岩石相当完整，所以能设置岩石保护点的这个缝并不好找，能打冰锥的地方也不好找。快要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冰就是很难做保护点，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就有可能真的会一直滑到山底下。之前观察路线的时候呢，看到大概5900左右，这个岩壁的底下有雪覆盖的区域，但实际上到了这里却发现这个白雪那一片其实只是一片岩石斜板上的积雪，那么只能说在冰层里面挖出大概几十厘米宽的这种平台，然后坐在上面露宿一晚上。没有营地，挖了一个小平台，用这烧火，这是第二锅水。看看我们这底下吧，还是挺陡的。冲锋裤在晚上的混战中也划破了。挂着一堆乱七八糟的装备，屁股上垫的是绳子，希望不要吹大风。攀登夹子的第二天，我们大概上午9:30离开这个露宿的地方出发。脊线上有很长一段是耸立出雪面的岩石，我们给它定级是 M6。 4号两米。天气变得糟糕了，有风非常大，等东东跟攀上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这天晚上露宿就比前天晚上要痛苦一些，不停的有风从下面吹上来。
得非常难受，手脚都特别冷，根本暖和不开。再往上爬一点，就能够看到这个贡嘎图。在那个时候的话，风很大，就很难受。但是，就是很坚定的一点就是，雪坡已经开始变得很平缓了，然后顶峰的话就在眼前。非常好，除了风很大之外，这个周围真的是一览无余，非常漂亮。我们叫自由之舞，好不好？自由之舞。Maybe it's good on that. So they sell ropes or cheaper.三个人带一个帐篷，一条睡的，免得再爬到晚上可能八九点钟的时候还没有登顶，如果要露宿的话就很困难。那如果说只要在天黑以前登顶，你就可以下山。你以前几点？现在天黑可能6:30，不到7:00。因为我觉得这个路线下的话，最多也就算天黑了开始下，就最多下到晚上12:00那个样子到。如果说是这样的话，肯定比在上面待一晚上舒服。从我们两个人的前面，然后刚开始离东边的前面，然后雪坡也直接接着走吧，拖着绳子。中间觉得有做保护的地方就做保护。
然后你在中间你要是过了保护点之后的话，就把绳子扣上去。嗯，就你先把你那个绳子摘出来，然后再把后面这点扣进去。嗯，然后最后保护点我来拆。然后如果他在最后的，最后保护点他来拆。这那个藤切的那个平台应该非常小，切不过去。对啊，还不如就从这儿往左。什么毛路线？噼里啪啦的吊绳，他妈砸了好几次。这也掉石头不一样。小的那块石头画，那个石头画。太他妈碎了，这个。太危险，掉个石头随便砸脸上就没戏了。还是挺难的，这个点比较大，但是比那个要陡。对，点很多，但是这个点很大，而且其中有的是不靠谱的。原本以为小贡嘎这一次的难度路线会是全新的路线，但是当我们在爬到大概5700米的地方呢，却发现路线上有遗留在那儿的白尼龙路绳和这个岩锥保护点，那么这一点就让我们很郁闷，因为这就不是那种完全的新路线了。究竟还是没能像预期的那样在天黑前登顶，将近9点才在顶峰下面的一块大石头再往下的
找到一处适合宿营的平台。虽然只有一条睡袋，然后有半块防潮垫，这一晚上也还算是能够熬过来。10月31号，十月的最后一天，我们早晨拔营出发，大约是在10:20左右的时候登顶小贡嘎。满格哦。不行，雾又来了，不能航拍这个事。无论他们登再高难度的，或者说做出再惊人的举动，也是正常的。牛逼大了，我操！